尊敬的诸法和尚，诸位嘉宾，诸位大德，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在此地举行2019年己亥中原祭祖消灾祈福30禧念超度法会，同修们从海内外来到台湾参加这一场意义深远的活动，共同祭祀缅怀我们的历代祖先，这确实是非常殊胜的因缘。佛教导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虚空法界是一念心所变现的，而心念阿弥陀佛是所有善念中最好的、最善的念头。这句佛号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菩萨救度众生的大愿大行都圆满包含在这一句万德洪名之中。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愿行没有边际，度化众生的果德也没有边际，这些无边称心的愿行果德全部都含摄在这一句佛号。所以今天我们真诚地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能诠释佛果地圆满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即修即果，灭除重罪，福慧增长，又能消灾祈福，超见祖先，念佛求生净土，弥扬念力，自行化他，功德无比殊胜。祭祖启发我们的对中华万姓先祖的殷殷孝心，懂得了饮水思源，不忘根本，进一步缅怀祖德，效法祖德，用实际行动报答祖先之恩，如诗经大雅云：“无念而祖，欲修觉得，而纵观当前中华民族及世界的局势，中华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正面临急剧存亡的危机，这个世界也需要中国5000年修齐治平的理念、智慧、
方法、经验及成效，来帮助世界重新回归到安定祥和。因此，中华文化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失传，否则我们将愧对祖先和后代子孙。当发广大誓愿，以祖宗之心为心，以佛菩萨之心为心，直下承担，为民族文化沉船，为全球人民幸福，为正法久住而精进不懈。如孟子云：“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以回报祖宗之深恩厚德，以尽地球人之道义，以尽佛弟子之责任。客观而言，早年生长在台湾的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接受了中华文化很好的熏陶，从家乡、学校到社会教育，多少父母、老师、官员、志士、仁人及高僧大德，都在持续努力诚如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创办的台中佛教联社及联体机构，一直不断的办办教学，教化台湾人民达81年之久。到目前，徐显明老师已是92岁高年，还坚持一星期讲3次课，秉承李老师未改先禅日，全年安乐人，但能光照远，不惜自分身的奉劝精神。李老师培养出来的这许多学生，都在不同的领域做出重大的贡献，如在佛教界沉船律宗的国清法师，在艺术界行菩萨道的江一慈老师，在教育界成功兴办传统文化一条龙教育的连淑梅老师等等，净空与台湾同学也一起学习佛法及中华传统文化达60年之久，台湾人民应该好好珍惜佛菩萨及中华祖先给我们的恩泽和福音，知福、惜福、造福。
知恩、感恩、报恩、知缘、惜缘、再造缘，共同携手将台湾建设成中华文化示范区，发展出解行相应的儒释道教学殿、老人乐园、传统文化一条龙学校，在各行各业落实传统文化，让老年人们过上最幸福的晚年生活，让孩子们接受诚圣诚贤的教育，再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大同形象，如此就能让更多的人对中华文化这些稀有瑰宝建立起信心，愿到台湾来取经，这样台湾人民会给整个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人民带来无比殊胜的利益、功德无量。这个机会我们要牢牢地把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同法建设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示范区的圆心，这就是佛门四弘誓愿里的众生无边誓愿土，也是儒家讲的与民明德于天下。发心之后我们怎么做，烦恼无尽，誓愿断，也就是儒家讲的格物，与自己的物欲习气格斗。我们最大的习气是什么？对人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跟人相处表现出自私自利、功高我慢，习惯了抱怨、指责、不耐烦、不能包容，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对父母就没有恭敬心和感恩心。无量寿经教导我们要当孝顺、至诚、忠心。孝经告诉我们，爱亲者不敢侮辱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真正有孝心的人对人都是真诚恭敬的。梵王菩萨解经讲到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业名致知，
孝顺心提起时，就能防止身口意三业的罪过。所以各位从根源处下功夫，是能克除对待父母的种种不孝行为，进而恢复父子有亲的本有天性，能将这一份亲爱延伸到爱一切众生，以圆满自己所发的大愿。如《论语》中说，所教导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所发的愿要真正把它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中，这样才无愧于诸佛菩萨、万行先祖、全球人民及全人类的后代子孙，并将所有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最后，祝福在座的诸位法师、大德、同修们，身心健康，六时吉祥。祝福中华传统文化全面复兴，造福人类。祝福世界和平，盛世大同，谢谢大家。